你见过穿纸尿裤的奥特曼吗？这婴儿版的泽塔 baby 也太可爱了。我是你们的贝利亚老师，千万别再叫我贝老黑了，不然我就给他一个大逼兜。哼，我们才不怕你，我们用狗头护体反弹再反弹。贝利亚今天不上音乐课了，他居然和小奥特曼们一起看动画片。原来是缪克大佬更新了婴儿版的泽塔，实在是太可爱了，好想抱抱他呀。大家在评论区打出抱抱两个字，一起抱抱小泽塔吧。艾斯奥特曼一个人无聊的在跳舞，突然听到有人敲门，开门后发现连人影都没有，只看到一个木盆。艾斯打开一看，发现是个刚出生的婴儿奥特曼，穿着纸尿裤的泽塔 baby 十分淘气，他爬去拿艾斯的魔法瓶子来玩，结果给自己整了个爆炸头，小奥特们都看到哈哈大笑。难道这几个奥特曼小时候也是这么调皮捣蛋的吗？动画片还没看完，突然间奥特老王骑着自行车来到教室里面，他非常生气地走到贝利亚的面前。你个贝老黑，又跑来光之小学冒充奥特曼的老师，赶快回去奥特菜园给我种菜去。奥特老王开着摩托车把贝利亚送回了他平时上班的地方，这里是一大片菜地，原来贝利亚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勤劳的园丁。看到贝利亚开始认真的种菜，奥特老王才安心的离开。如果你还想看更多关于奥特曼小 baby 的故事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